最近最敬爱所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公布网北9.3做着播出。有时候不免客气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，我叫六六449。今天是我们国历的5月12日3月23号，就是我们天上圣庙万寿无疆啦吼，正日啦吼，所以伫遮呢吼，也非常感恩啦，咱真济孙阿叔在专程啦吼，啊来接受哦啊，有心，永远拢有心啦吼，啊就那么远也，吼咱讲回过透早就来啊，哦所以讲这就是一个心意啦吼，对于咱的天上圣庙心意。也非常感恩啊！咱共修的弟子、共修的师兄师姐，他从台南吼，一路早上我还没有来上班，他就花果就来供天上圣母，让我很感动哈！真的啊，有心无惊远，然后有心无惊远。来，咱今来安排一段好听的信曲啊！哈，足久无播哈。这么说，收听一段《太乙救苦天尊》啊，我们现在说喝一滴，就如同甘露，但是最后天杯不如无了哈。就是讲，饮酒啦，饮酒一滴，跟那甘露同款，就是意思无饮到醉啊，迄就叫做养命。但是最后啊，都啉到面红光光，佫足醉个啊！你佫甲伊添酒予伊呢吼？啊，讲添杯不如无啊？为虾米？因为你害伊嘛，你害他哦，害他醉了，开车有危险，害他醉了会伤肝，害他醉了五脏六腑会有一些问题。所以人讲岁月轮回春多少，岁月轮回春多少，
得失淡然，笑一笑，笑问人间，像是客，无来啊无去，卖计较，无来无去，卖计较啦吼。所以讲，解苦解人之苦啦，救人之难，及时跟诚心啦很重要啦吼。世间最酸的不是醋哦，而是什么？对人的不满跟出处，然后有足多吃醋，吃醋就是啥？啊，你对象较好啦，你对象好，啊，对象较无好，这就叫做吃醋。哦，世间最酸的，伊毋是咱一般咧南的，哦，南菜迄种酸醋，南菜的酸醋吼，你会使南济南少呢？爱食酸的南较济，无爱食酸的南较少。这种酸醋是可以控制的，只有出醋的人不能控制。所以讲吼，有个人食醋食到安怎，啊，为着翁啦吼，去外口跳墙找小三，也是一种出醋啊吼。还有朋友与朋友之间，啊，就大家拢朋友，为什么你特别对伊足好？这嘛是会食醋呢？讲最甘的唔是糖啦。吼、哦，最苦的不是油啊，是咱人吼、哦，不知道说到底你是要用心灵去感触人生，还是要用心吼、哦、去解读人生？心跟灵无同款哦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心跟灵又可以加在一起，好、哦，所以有时讲吼、哦，最伤的不是，而是忘不了。先来讲。伤你的一句话，你永远忘不了。一直在论，一直在论，感官一直在论，想到就论，想到就论。吼、哦，某某人对咱无好，某某人对咱口气无好，吼、哦，某某人对我讲话，吼、哦，讲得很刻薄。这你若放袂掉吼，比酸醋较酸啦，比油啊较苦，比油啊较苦。最伤的不是哦，而是忘不了才伤。忘了就不伤，忘了就连提也不用提，连说也不用说。这不是修养哦，这是一个人为着家己卖痛苦，爱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忘掉。学习，放我袂记哩。最累的不是身体哦，而是你的心呐、啊。身躯无感觉啊，吼！但是心有感觉啊，吼！上罪的不是人呢，吼！最难的不是事，而是坚持，吼！咱常讲无人听，不可靠了，哦，不可怕了，尊严丢了，你觉得很可怕。这就是在讲人生路，家己行，心内底苦，家己。比想较清楚，但是你要学会忘掉，你要学会，吼、哦，就敢那人咧讲阿弥陀佛，就敢像一块桌布同款，哈、哦，倒啊垃圾，阿弥陀佛甲七条，意思阿弥陀佛，他你讲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忘了，啊，即卖啥物人咧讲啥讲啊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咯，为什么人会讲阿弥陀佛咯？哦，人阿咧迄落就讲啊，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敢那袂输一块豆腐同款，你可以把它擦掉，也不用永远都记得，好、哦、是谁对待你怎样，是谁对待你怎么样，你不理他，好、哦、不要记在好、哦、心上，不要记在牵挂里面，也不要记在好、哦、你的自尊里面，你会很好过日子的。啊、就是不会过日子的人，他就容易酸，容易出醋，也容易痛苦。哦，这拢袂使。人呢，位置不是不同啦。好、哦，我定讲位置不同，迄我定讲的，位置无同，少言为贵。认知不同，就不增不变。认知都无同啊，你该变就变，要创啥？无采你的口气。三观无同，就浪费口舌嘛。俗世物欲，吼、哦，无执啦，就当看淡，成为云烟啦。
吼，刚我来嘛是笑笑，为啥物？无啥，我要行的路是我家己决定的，我要做的代志是我的心肯定的，所以别人不可能插进你，吼，就是讲插进去你的心里面的吼，是你的心挂碍而不放下。人生难免的拄着生气啦吼，啊，就退倒，拄着生气就退一步，吼，便是人间啦吼。你觉得说啊无好，哦，我安怎嘛无好？做啥做？你感觉讲我足有礼貌的啊，我嘛足有认真的啊，我嘛足退让的。你感觉安尼，你就不用理，不用理谁啦，吼，理唔免顾好你家己就好。我感觉我做的是对，我伫这个吼、哦、想法是对，所以你批评我也好，你看轻我也好，你对待我安怎拢好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不要为了一点点生气而退道了，也不要吼、哦、一点点生气而退步不前呐。吼、哦，这人间的修行路，唔是安尼修啦，吼、哦。较早六祖慧能，敢无足委屈的吗？是安那伊足委屈的？是六祖慧能的老师五祖，看到伊就甲讲：“你是南方的哥了。”意思就讲南方那边的人拢足爽的，吼、哦，唔捌字的嘛真济，拢做苦工啊较济，嘛无啥物吼文人啥物，所以伊就甲笑，讲你是南方的哥了，南方的哥了。为什么会在那里面打堆打三年？因为五祖呢，知影讲伊的根气呢，跟人无同款，所以呢，伊袂使家暴露，吼、哦，让人家知道，所以就叫讲啊，入去里底精密啦，只要厨房的工课拢可以做啦，你袂使来个前堂哦，现在叫伊袂使来个前堂，前堂人咧讲经说法。吼、哦，有着新秀咧，吼、哦，阿在做助工，吼、哦，啊，叫伊讲唔通来增长，为什么唔通来增长？因为伊的根基非常的深，只要一句唔对，伊都绝对会安那，伊绝对一定会感觉讲，啊，恁讲的这拢无见性啊，啊，恁讲这都拢不是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说，他们在教的是低层次的众生。哦，无，大家拢像六祖慧能遐尼深高，吼、哦，先天遐尼啊好，所以就爱忍耐三年，拢伫迄个所在咧精密了。安尼你想咧，伊有委屈无？足委屈的啊！白白学生啊，为什么我袂使来精堂听恁讲经？为什么我袂当去精堂拜三宝佛祖？因为伊有无同款一特殊的，吼、哦，伊的聪慧啊，所以伊就惊人阿伯对伊无好，对伊吼、哦、有一种吼、哦，咱为着要夺这个五祖的这个衣钵，伊甲保护，所以吼、哦、去做上下贱的工课，上困难，佮上艰苦的工课，三年呢，伊那如果讲今日伊讲。啊，五祖，我今日来到你家，你才看我袂起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看我才不起，所以你来叫我去遐，也袂使去经堂听经，也袂使去经堂听恁讲法。安尼，我来遮要创啥？六祖慧能呢？伊无这种想法呢，伊知影呢，所以讲吼，伊就点点啊，伫啥？点点啊，伫遐打堆三年呢。伊甲有一天呢，吼、哦，这个。五祖感觉讲时间到啊咧，吼、哦、一定爱吼、哦、爱传衣钵的时阵啊，所以叫人讲吼、哦、去写，吼、哦、去写写写看恁会恁即马学习到啥物程度，有见性啊无见性，所以就交代谁去写，你交代新秀去写啊，新秀讲，新秀讲的吼吼、哦哦、菩提。这个讲菩提本无树啦，明镜亦非台啦，吼、哦，迄就是
六祖讲的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新秀讲的是咧讲的迄迄种的，吼、哦、新是吼民间代，吼、哦、啊到处压定爱先啊讲吼，先啊讲伊讲的写伫咧做人的时阵，五祖看到伊就知影讲，啊新秀都无见性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心性无见性，伊即卖伊就要看讲吼、哦，大家安怎反应哦？啊，所以就讲啊，伊就讲，甲遐伫遐咧学个遐基层较无好个讲，讲啊，心受写个遐字吼，你大声念，大声念，行到地都爱念哦。这吼、哦，这念吼、哦，恁都自然会精进啦，会安怎？啊，所以。伊即马就念啊念念念念，位到后壁迄个啥，迄、那个六祖，就是较早慧能哦，伫遐咧精美的时阵，那慧能向阳耳康尾后听到咧，有听到讲，嗯，啊，这都唔对咧，啊，这都无见性咧，啊，但是伊唔捌字啊，伊唔捌字面啊，当然就是去叫一个小沙弥扫涂骹位下来讲，伊拢你捌字无？伊讲捌啊。安尼好无？换你吼，即个家地吼，迄落壁顶会使无？伊讲啊，你要安怎讲？你要安怎写？伊就写讲，伊讲来了，我念无你写，就免惊会飞台，吼、哦，免惊会飞台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唔免阁讲啊，这恁拢听甲烂呀，唔免阁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何处也真爱，本来心中就无一物啊。啊，何处也真爱，所以伊就叫伊讲：“来，你去甲写这四句，哦，啊，即马甲写迄四句，啊，五座位啊过，伊就知啊，伊就知讲，啊，这你甲看，伫遐咧答对的，拢毋捌出来到外口听经，也毋捌出来听因咧讲道讲课，拢毋捌，叫伊禁止三年，拢袂使来甲精堂，伊竟然有法度写出见性的这诗文啦，吼、哦，这。”就是咧讲，人生难免啊，吼、哦，有拄到防看轻的时阵，六祖慧能敢无防看轻？但是是捌佛的人，捌佛的人吼、哦，就是五祖啦。伊就知影讲，这个唔是普通人物啦。伊拄来的时阵，就讲我要来求佛做祖啊。我伊讲你来创啥？你这南方就过了，你来要创啥？讲我要来求佛做祖啊。伊就知影讲，这个唔是。普通的卡小啊，吼、哦，安尼人伊三年，对无？五祖就甲送出去的时阵，去外口五祖暗时去会的时阵，衣钵拢摕予伊啊。然后讲吼，买只书刀，五只竹刀啦，就送伊甲去外口讲，你我衣钵传予你啊，啊，你就离开这个所在。讲较简单嘞。五祖要走的时阵，才甲讲几句啊，记予伊安尼尔。安尼你想，人伊就开窍啊，人伊的灵是先天的，对不？人伊就已经见性啊，啊无要哪有六祖，对不？为啥我今日要讲这個？因为咱有足济吼问题，拢是客户团体上会有一些问题，都是因为吼、哦、互相嫉妒。互相排挤，过来就是啥？我们自己的个性自己不知道，咱家己的个性咱家己唔知哦，咱唔家己唔知咱的缺点伫对，咱的缺点就是啥？一直论，一直论，一直论，讲一个代志，扛袂放不下，啊就一直撞，一直撞，一直撞，撞到人家听到耳朵长茧了，你在讲什么，人家也不想听，哎、啊，这就是错，这个就是你本身的缺点。啊，这个缺点爱改无？一定爱改。所以我常讲哦，学会闭嘴，吼、哦，就是最好的修行。学要闭嘴，就是最好的修行啦。吼、哦，要那是学未要闭嘴，吼、哦，你再修有多大的功夫啦？吼、哦，你也是同款，吼、哦，跟他触礁啊同款，啊，跟他触礁啊同款啦。哦，滴滴答答讲一堆啦，但是无甲一句重用的话，那就等于没有用啊。有重用的四句，就会当得到一半，
啊，那无中用的，你搁讲一堆嘛无效，敢无影？有影啊！用六祖吼慧能的礼，讲予咱一般伫咧强修强学的弟子听啦，就是安怎？耳根认真听，心认真学，认真学，但即支嘴尽量吼爱学会晓什么？学会晓什么时阵开口，什么时阵闭嘴啦？那是最重要的关卡啦。兴风不作浪，不那么嫉恶如仇，读懂世态炎凉。如果我背弓一笑，然后摧眉折腰，是不是大事化小，忍气吞声罢了？好歹父子一场，道别的话不要讲，今生养育之恩，来世报偿。就此我抱剑一把，然后转过脸庞，我一人做事，一人当。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，有谁人能阻挡？脚踩烽火，踏破凌霄沙。且待我出鞘暗亮正义仗，才回到你身旁。区区神仙不做也罢。背弓一笑，然后摧眉折腰，是不是大事化小，忍气吞声罢了？好歹父子一场，道别的话不要讲，今生养育之恩，来世报偿。就自我抱剑一把，然后转过脸庞，我一人做事，一人当。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，有谁人能阻挡？脚踩烽火，踏破凌霄沙。且待我出鞘暗亮正义仗，才回到你身旁。神仙不做也罢，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。就跟你吼，咱今麦来听这段歌了哈。火焰枪当然就是东坦元帅，中年人中坦元帅，伊嘛就有驾驶位啊，对不？加走加登，加走加登啦，对不？我那。我若敢做唔对，玉帝你要来处罚我，还是讲吼，啊你海莲王你要来找我报仇，还是讲吼，赵姬娘娘你要来找我，你唔免甲安怎啦，我家己来，对无？所以讲我吸骨行老爸，吸肉行老母，对无？我敢做敢当，所以就是咧讲一个人呐、啊，一言一动，千言无用，这句话一定爱会记哩。尤其是修行人，杂碎的话不要讲太多，心里面的一些、哦、你认为有一些委屈，还是说屈辱，还是怎样，你都能够把它转念、哦、转念的话，哦，那个修行很紧的啊，下下久，没有增上缘，没有人给你的增上缘，你是平凡的人啊，你就是一个很平凡、很平凡的人，要有法度做一个不平凡的人，就是听什么话，对，第一个我没有伤害，吼、哦，我未伤害。你甲我讲啥拢好，你甲我批评啥嘛好，我感觉我无安尼就好啊。所以安尼吼，就不要
把自己的灵性毁灭了。所以吼，像我昨啦吼，咱定咧讲师姐，吼咧问我，你甲我看我即马安尼，你看要安怎？我讲要安怎？都修行修到即马来，怎啊动咧？唔知影过来就懵，目标伫对，懵懵渺渺，是要阁继续啊？无爱继续。我讲你若只要开药咧穿，你就继续，继续安怎？继续咱就爱看年岁啊，对无？咱若讲咱三十外岁，咱有迄个能力，吼，咱就做有能力的代志。若六十外岁，你要七十岁啊，咱就是修家己，无上无嘛修养家己，上无嘛减少烦恼，上无嘛。家庭和睦，上无你咧修，你绝对会放掉足济挂碍，遮个拢对你有好处个啊！这甲神无关系啦，神伊也无甲你讲，你唔修我会甲你安怎？神袂共安怎？有人讲，我对一搭安怎，对一搭安怎？吼，暗时啊，拢定来咧困咧鬼拢来甲我相催，我咧讲啦，鬼个咧甲你相催，毋是无原因个啦，第一项。咱家己本身一定有一挂问题无解决，用鬼来做增上缘呢，都是迷相。哦，是安那讲，我都甲你讲，我三十几岁时阵，都是因为用鬼搞不干，我定定在咧大院。好，观世音菩萨才去甲我讲破，伊讲是安怎，时间到啊，才着爱用这急不急的。吼、哦！你家己本身的事业的完成这主做一再拢来，就是要讲啥？就是要讲你行功立德来行我嘛，对不？伊要爱的不是啥，不是讲你给伊一挂金纸伊就好了。伊要爱的是要爱你的功啦，要爱你行功立德，分一挂给因，因要因第一人，因要升嘛较紧，你嘛有机会好甲因多。好因有机会，吼、哦，安尼这就是咧啥？就是咧讲，像我咧做嘅工课，我嘛同款啊。只要工课做煞，我就把所有嘅功德回向过去世。吼、哦，我若有善业，吼、哦，也是累世我有善业，我家己知影。吼、哦，即个功劳总全部回向，回向啥？回向遐过去世，吼、哦，伫我嘅厂。下面吼、哦，死亡的这拢互恁得到功果，恁拢会当早日超生，离苦得乐，嘛会当互恁，互恁要做，恁要来做啥？要来做五营将军嘛会使，吼、哦，要阁继续来为神圣效劳嘛会使啊。哦，咱家己知影，咱家己的因果是为对来的，我知道我的因果，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做的是什么事。所以吼、哦，到六七十岁来甲我问修的，我拢甲伊讲火车过啊，火车过啊，就是唔免阁叫你开工，嘛免叫你讲一定爱安怎，好好啊修你的内在就好。然后甲你这条灵性顾好，你食到一百岁，这条灵性对你到一百岁。等到你有一天，这口气无爱喘啊，伊就带你回母娘遐啦，啊，就这简单，对不？咱若家己。即马即个时阵是少年的时阵，你该做的啊，都神都生生来到这个世间，吼、哦，是来创啥？伊就是来伫遮咧普化，伊所有护法地主啦，吼、哦，护盘护法的地主，一定会伫身躯边啦，若无人要哪做代志啦，无人神家己也袂跳落来做啊，嘛是着爱人做代志，对无？人会做代志，一定会选政治啊。对吧？一百个凡事算无二十个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，要选种子，他种子选到了，他一定会让你有一些什么任务啦。吼、哦，让你有一些任务。好、哦，来，即嘛有人咧问我啦，吼、哦，现在人拢咧讲三灾八难是啥物意思啦？吼、哦，三灾八难是啥物意思啊？咱讲《北斗经》内底吼，伊有讲到凡人。常常会被二十四恶难所牵制。咱的节气是二十四节气啦，吼。但是，先来讲咱的《北斗经》内底，你讲生来世间做人，吼，伊会去哦二十四厄，吼，这个难呢所牵制，导致
哦、时运不好、哦、需要祝祷北斗九皇仙君、哦、在不同样的记载里面二十四页、哦、里面有不同样的解说，但是今天我们用最简单的来解说就好了、哦、让大家更了解什么叫做三灾八难、哦、有的人真的不了解啦，吼，不了解。即卖少年人更加退去啦，更加退去，佫较不了解。三灾的讲法就是讲吼，三灾吼是咱家己本命中的十二地支甲十二生肖，吼，人讲十二星相冲所致。凡人若去拄到，三年之内必有灾难。伫讲的是离。在讲法的二三灾，就是在讲啥？在讲这个有天灾、火焚、地灾、火疫，吼、哦，就是水灾啦，吼、哦。有这个天灾啦，有火灾啦，就讲火烧吼、哦，咱个大足大片的几啊十家，有时啊吼烧到百几家的这种叫做火焚地灾啦，吼、哦，火疫的水灾。哦，你看外国人的水灾，迄大建筑、小建筑拢漏了了哦，这种敢不是灾？这叫做啥？所以讲三灾八难，三灾就是咧讲天灾啦，过来就是火烧山啦，吼、哦、啊火烧厝，这拢是啦，大片大片的安尼烧的东西，过来就是啥？火疫，就是。活落地水底吼，啊，因为水灾啦，吼，土地挂了了啦，吼，啊，工厂挂了了啦，吼，像咱即马，你唔就咱日本咱有看到嘛吼？即马过来，啥物叫做火疫之灾？三灾哦，火疫之灾是啥？即马呐，如果讲南北极的冰山继续一直扬，叫做覆逆之灾。火疫都是唔都唔是干那你干的一个人出代志尔，是整个海岛上出代志。吼、哦，伫这个大海啸也好啦，吼、哦，这种啊，这种是突如其来的。吼、哦，地动灾、山形海啸，伊即马要讲的三灾八难，三灾就是咧讲天灾。吼、哦，所以伫讲火焚的地灾。哦，甲火疫的水灾，都是会毁害整个的人民百姓，唔是干你单独一个人。像你讲的，海水倒涨的时阵，海岸线升高的时阵，哦，啊，一些小岛啊，都拢伫海底啊，这就叫做火疫之灾啦，哦那四煞还有一个下嘛，所以咱人会讲年冲月煞。现在讲人十二年内底一定有三年是低温的，下低温的，上温、中温、下温，过一个下温。吼、哦，啊无八卦就袂准啊，对无？易经内底面，你要卜一个人的吉凶祸福，要卜。有的人讲，我要来吼，卜一下国运嘞，吼、哦，咱有的人拢去大庙去卜国运嘛，吼、哦，过年时啊，就去卜国运啊，咱的国运今年会遇到什么事？遇到什么事？吼、哦，易经会当做去卜无？会啊，易经卜卦就卜有啊，吼、哦，咱人四煞下来底就是年月日时，年冲月煞。所以有的人先来讲四煞甲这个四条对冲，吼、哦，咱啊四条冲对日金者，该为之四煞，也就是认为四方为煞，就是东南西北的煞气。五行就是咧讲金木水火土相克，五脉不调和，吼、哦，这现在有的翁仔某会母甲离婚。你对伊的五行、甲伊的出生年月日，两个人有对到的时阵，叫做刑科刑克。啊，若刑克，阿婆讲无话；啊，若并讲，就并冤家。这会使坐无？会啊！这种就是咧讲，咱人的四煞，东南西北的煞气，吼、哦，甲你的
出生月龄的相冲，啊，无翁仔某现在这么容易的话，切这么容易就要来离婚，那无遮个甲你对冲相克，绝对要离婚嘛无遐快啦。但是那真正对甲对，真正要离婚就足紧啦。啊，这嘛是会使解决啦。所以咱伫咧讲。土上克不顺，五脉不调和，这就是啥？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搁有一个啥？搁有一个六害。六害是啥？十二生肖，吼、哦，伊有地支嘛？咱有天干，就一定有地支嘛。十二生肖内底地支有相冲，吼、哦，如子未相害等等，吼、哦，七相厄就是劫煞、天煞、地煞、年煞、月煞、日煞。蒙心煞，这叫做七凶啦。吼、哦，八难，咱就讲三灾八难啦。八难就是讲一者得生人道，二者吼、哦，人讲气入为难啦。吼、哦，三者形体完全难啦。四者得生中土难。五者得有道君难。六者秉性诸人难啦。七者好，敌国太平难，八者以三宝相遇难呐。好、哦，这就三灾八难，这是较大个啦，较大个。你啊六害七凶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吼、哦，咱的这个五行厄，这种啊，这是就是咱的命格内底。但是八难，八难就是，先啊讲两者去入为难者，就是有个人，我都查某个啊，但是我都爱穿查甫衫。我爱穿查甫衫啦，吼，我都要做查甫的，所以，我就是无爱穿，吼，无爱穿咱一般的，哦，咱讲女将的衫裤，穿裙啦，穿衫，伊无爱，爱抹粉嘛无爱，伊贪毛就去撸像查甫安尼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咱内底其中的一项，吼，所以讲两者，吼，气入为难难啦，吼，过来就三者。形体完全难，就是人会拄到啥，拄到吼啊断脚啦，拄到断手啦，吼啊断落去就颠着啦，还是出事就小儿麻痹啊，这种的啦。吼、哦，四者得中土难，是安怎讲？中土，中土是啥？当然啦，是一个吼、哦、丰衣足食的所在啦。文化足文明的所在，有个人要出世，这个文明足吼足好诶，吼、哦，啊个医学足发达诶，啊个所有诶人吼，拢会使讲是足有通啊食，啊足有通啊穿，吼、哦，丰衣足食的所在。你要去拄到这种好诶国家，你要出世伫遐，骂着你诶因果无啦。哦、你才会去出世到一个中土好的所在啦。有啥？有宗教的教育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即马目前时代的科技啦，这种叫做好的所在啦。吼、哦，六者秉性人主啦。咱人呢，那如果讲有法度做一个有道的明君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秉性人主啦，吼、哦，特定呢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国家拢无战乱。太平年啊，这种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八只三宝相遇难，有个人要叫伊剃去到要害，你要叫伊去入教拜三宝，吼、哦、三宝都唔是干呐，咱一般咧讲的，吼、哦，得讲佛教的三宝，道教嘛三宝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讲儒道释也会，拢同款，拢有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。三灾八难，吼、哦，这八难就是咧讲，咱要成长的好所在，咱成长袂到。你若个成长的非洲，也是伊索比亚，也是足无这个文明的国家，善甲要害的国家，吼、哦。你有看到一个岛吼，无饭通食的哦，拢专门咧食菇啦，吼、哦，拢去海底高菇来食，台菇来食，食菇肉，但是因遐无五谷好食。这种啊，就是讲要成长一个富足的国家，一个无战乱的国家，一个有文化的国家，一个有吼、哦，这个真好诶，这个习俗的国家，
很困难，你能有机会出生，吼、哦，咱讲伫迄个好的所在啦，啊，这就是你的福报才有诶啦，吼、哦。九下车啦，这咧讲啥？九巧不济，就是妖欲众贪，吼、哦，这种人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都落狗啦，吼、哦，落猴、上宿、水车、金车、太阳、火车、过多、太阴、木车。这拄到的，就是咧，那无咱现在就爱点，咱爱点九曜星君。九曜星君是咧做咱人的本命，吼、哦。九星二就是咧讲，九窍不济，则气妖欲，众贪嗔痴之心啦。所以九星都落后，吼、哦，上宿就是啥？咱现在有讲太阳，吼、哦，甲太阴。吼、哦，甲这个吼、哦、啊，水就是吼、哦、金木水火土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知影讲，这五星先来变，佮加四，佮加一个太阳、太阴，就太无太阳嘛袂使，无月亮嘛袂使嘛，啊有落九有过多，吼、哦、落九过多星，这内底有分吉凶，所以呢年底。为着要让这个运呢，吼、哦，要过今年的年底正月初一到十五，先啊爱去点这个啥，点这个九窍不济，诶，这个九星诶，就是要让你点灯啊啦，要让你祈福啊啦，吼、哦，要让你点灯，要让你祈福，内底面就九粒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就五德星君嘛，五德星君就水德星君、金德星君。太阳神君、太阴神君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吼、哦、木德神君，吼、哦、水德神君，这就是叫做九曜，啥都爱伫个遐点九曜。你看每一个丁丁拢无同款，罗九内底爱二十粒星，爱二十粒丁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每一粒丁拢有伊个啥，拢总有伊个用途啦，甲咱人个本命拢有足大个关系。所以有这个夫妻的吼，也是讲男女的吼，这种跟咱家己有关系哦。翁阿婆现在失去这个天伦，吼、哦，失去这个婚姻，吼、哦，现在有这个啥？因为有心煞，内底有孤神，有卦象，所以有时啊，来帮天上神庙咧办事，吼、哦，伊有时啊，伊会用卦，有时啊，伊会甲你用你的本命，吼、哦，伊直接就甲你讲，你离婚啊。你的婚姻无健全啊，吼、哦，起码你就是孤一个啊。但是有个人婚姻哦，过一届无够，两届无够，三届无够，一个人过第四届嘞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伊嘛是咧甲因讲夫妻的，夫妻的人呢，伫这个天伦内底失意婚合，伊就是有一个心煞，有一个心煞，你本身内底有带孤神。带孤城呐、啊，寡宿，这查某人呐带孤城寡宿，吼、哦，安尼呢也绝房孤恋呐、啊，又带孤恋，搁带寡宿，所以讲孤恋是啥物意思？啊，足奇怪的吼，生到就水水啊，但是都交无男朋友，吼、哦、啊，男朋友呐交到伊个交袂久长，话切就切，这种甲孤神有关系，甲寡宿有关系，甲孤恋有关系啦，吼、哦。阴煞绝房，这拢是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有夫妻爱，吼、哦，男女爱呢嘛是有，啥物叫男女爱？足简单呢，迄翁阿婆毋是爱甲要害，为什么翁会杀某？为什么某会甲翁生殖器啊挂掉？还是这个翁做甲真正是足残忍的，放某放囝是安怎？因迄个某忍无可忍，甲翁杀死。这叫男女爱哦，男女爱就是安那，翁抬某，某抬翁，吼、哦，这嘛是一个爱人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茫看讲，啊，咱人啥会做这种代志，因为你有带这种命，计会互相伤害哦，伫本命有所伤害，与自要安怎？有个人是安那讲，男女爱内底还佫有其中还佫有惊事的问题哦。这会使处理，唔是袂使处理，是咱袂晓处理。吼、哦，男女下就讲，这查甫嘛是有孤神，
有带心煞，有孤心，好、哦，本身伊就阳煞，所以伊就要爱囡仔都无，伊就无惊事。带孤心呢，有时有惊事，但是甲囝离足远个，为虾米？离婚就甲囝离足远个啊！好，所以咱在讲三生恶啦，好、哦，富人人惊三行啦，好、哦，伊惊金煞，是安怎讲？伊惊就是惊啥？即囡仔先来讲生囝，生了后。这个囡仔老了，老母等伊，这嘛爱改呢，这嘛爱处理呢。这有的人想要三恶，想要会发生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要生囝就要生囝，想要搁生个死，吼、哦，老母死，啊，囝老了，啊，有的是老母老了，囝死，出事囡仔无呀，吼、哦，像一个影星嘛，同款出事。囡仔都无去啊！好、哦，这甲这个善生恶来对，善就是咧讲甲生，这拢是哦，好、哦，这拢是哦，这就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恶爱处理，咱袂晓处理啊！咱都即卖人吼、哦，每双也无讲话清楚，恁唔知啊讲啊哦，这开工办事爱捌遮济哦，爱捌遮济啊，你唔知哦，福人恶，福人恶就是啥？先亡不得超脱，故而在家中不宁，这种叫做福人厄。这个囡仔若是发生车祸、车厄，拄当啊开始，唔忙一个就甲入去公妈内底，啊是水落水的，万莫讲对面就随甲入去公妈内底，迄叫做意外伤亡的，这种甲伊因果关系也阁有。好、哦，你一个就甲入去公妈内底。公妈烦，伊伫台底面，吼、哦，伊也阁无法度接受，教会伊也无法度接受，吼、哦，即种叫做福人恶，福人恶就啥，会乎咱家己厝内底吼连连发生无好个代志，上无你爱甲囥咧花园堂，上无你甲囥伫个吼外口，吼、哦，伫迄个所在，伫外口面诶叫做啥？不管你是水流死也好啦，还是车祸啦，拢是伫个外口现死的迄种的。你绝对唔好讲甲车入庄，吼、哦，阿妈唔好甲这个灵讲随对你随甲入去，随甲入去讲嘛，这是唔对的哦。因为伊比咱的阿公阿妈老爸老母较早死哦，伊是袂当直接安尼就好入去哦，安尼内底乱吵吵哦，吼、哦，一个亿就是啥，吉利。毅力就是讲，咱来去拄到啥，拄到讲吼发作无得，你个囡仔会特别比别人较歹，啊囡仔嘛特别比人个囡仔较搞啰嗦，较接去大病院，唔是开刀啦，啊唔就红关啦，唔就是拄到一挂有诶无诶遮，福人意思就是讲，甲你个因果吼有。牵连做伙，甲爸母的因果嘛牵连做伙，所以你的囝会发生代志。了后，吼、哦，拄到这個，啊，这嘛是爱处理呢。咱有个人拢袂晓处理，哎，囡仔关了，搁再关，关了，搁再关。吼、哦，这嘛嘛有啦，吼、哦，一病下内底就是咧讲固执啦，固执就是讲是安怎看拢袂好，食啥物药拢无效，这叫做有宿有的顽强伫咧，吼、哦，这种诶。药啊，拢甲你处理掉去啊！你只要啉药啊、食药啊，伊就甲你背掉的。这种的叫做啥？伊就是叫做疾病的。吼、哦，这内底嘛有精邪的，就是啥？咱去拄到邪妖克害，迷失你的本性，吼、哦，变成定定来甲你干扰，定定来甲你干扰，这叫做精。吼、哦，精就是咧讲邪精，吼、哦。精邪来，对，你也去犯到这个嘛是恶哦，所以你的精神会特别散乱，吼、哦，特别足惊鬼，啊嘛特别足惊无形法界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嘛是哦吼、哦，所以有时吼、哦，咱咧讲拄到啊意外，吼、哦，拄到意外，火龙啦吼，还是去拄到吼、哦、外口面的这天灾啦吼、哦，还是去拄到讲啊，咱去有啥物受累伤到啦，啊伤到了后。吼、哦，未处事未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去拄到劫财的，劫财的，就是甲厝内底人来甲你偷摕，啊，你靠反抗换去，互人家己安那，
甲你恐吓，还是换去吼查啦，吼甲你抬，还是安那？吼、哦，这嘛是啦吼、哦，所以有足济恶人吼欢喜的，这嘛是吼、哦、不幸意外导致死亡，还是重伤的，这就叫做欢喜恶。啊，欢喜恶这种啊，就是啥？就是囡仔。伊本身就是有带车管黑工，伊就会伫外口拄着车诶，也是去用弄。伊家己无开车用行，敢若用行就去用弄啊。像咱一般讲伫路边啊吼，伫遐咧拍手机啊，一台车位啊过讲啊，伊迄个板啊用无好势，空者，安尼一个头壳破呀，死呀，这种叫做坏死。好，为什么会横死？迄叫做坏死诶。佫一样就叫做酒抓。酒抓就是过去世有甲人冤家，人甲你酒抓，要互你长囝长孙，啊，这种个到尾也嘛是会牵连着哦。吼、哦，你的祖先去用酒抓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恁的祖先较早有人偏看，人甲你酒抓，这种个叫做酒抓，吼、哦，都敢那袂输定符同款啦。吼、哦，咱会变，互咱会安怎，会互咱的温度颠倒，吼、哦，迷惑。甚至于短命啦，吼短命，吼、哦，所以有个人吼、哦、会拄到这啦，吼、哦、天罗地网也好啦，做啥物代志你拢爱知影，人绝对有，来出事的时阵，有拄到刀兵下无，都战争就是啊，吼、哦、啊水火灾无，吼、哦、溺水啦，哈去互火烧死的嘛有啊，吼晋江报纸则刊的，吼烧伊来对面吼。啊，烧死三个，啊，煎火，吼、哦，烧死八个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叫做啥？水火厄，刀兵厄，就是上惊就是战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水火厄，咱爱去注意啥？咱爱去注意厝内底，诶，这个吼、哦、火啦，暗时啊，吼、哦、要创啥？爱顺这个啦，爱顺这个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你拄到天罗地网嘞，吼、哦。所以有时啊，吼、哦，咱常咧讲四条啦，拄到水军。合围，吼、哦，罗网之灾，吼、哦，这嘛是，所以咱今要甲恁解说讲，太上老君咧讲，会当通过啥，会当通过灾兆这界，吼、哦，明心，吼、哦，为向咱今日咧做的这个工课，咱爱知影讲，要安怎祝福人生，对咱家己的这个福寿要安怎助灾，都是爱无这恶人呐。所以还有吼千辛万苦吼，要安怎甲咱处理一寡所有的这三灾八难，所以三灾八难吼。所以有个人讲，本命降真灵，提携得安宁啦。父母保长生，吼，诸业险化为尘，万邪诸归正。吼，这就是咧讲咱平常时啦，不管你咧做啥，要保护咱的子孙健康啦。啊，子孙永生啦，五路通达啦。咱的罪恶爱会晓消灭，吼、哦，罪恶若无消灭，疾病就无法度好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财产就无法度长存啦。所以甲你讲，行事应不起，吼、哦，颠簸原向离真啦，吼、哦，原向离真，这就是平常时啊，先啊，咱来讲啊，伫拜道足重要。拜道都有关系到这啊啦，拜道都有关系到这，所以讲拜道，咱平常时爱上北斗经，吼、哦，北斗延寿妙经啦吼。即、哦、马今日甲恁解说，吼、哦，咱今日会拄到家庭的问题，拄到囡仔的问题，拄到翁仔某夫妻的问题，就是脑拄到，咱家己本身知影，咱家己本身有带孤臣啦、啊，寡妇，有孤臣寡妇，尽量卖结婚啦。啊！若正经结婚，你一定爱做忍耐；一若无离婚，就对有你的份啦吼。这就是咧讲本命盘遇到了，就只能接受了吼。啊，不然就是什么？就是找有做可以的，吼，平常时有咧处理的，这种你才有法度改啦。啊，若无歹改啦吼。
想要跟你们想来讲这個，因为吼，咱二四六日有足济人蒙书啦，吼蒙书内底拢有拄到这种问题啦。但是要蒙书，我嘛会甲因讲，衫裤爱扎来，吼衫爱扎来，一书无爱穿的嘛爱扎来。你若家己感觉讲内底都无啥啥，啊，就安尼。安尼嘛唔对，安尼嘛唔对，做啥嘛唔是啊！你都爱注意，要来一定爱扎衫，吼、哦！啊，明仔礼拜六有公休啦，吼、哦！礼拜六有公休，吼、哦！过来就是要甲咱宣布一挂代志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咱的道亲啦，有闲要倒来公休欢迎啦，吼、哦！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